我也知道动向没关系，看一下，好的。你们喜欢吗？喜欢喜欢，喜欢还不错哈，挺有这个这个很壮观，对，很用心呐、啊，就内容还蛮多的。你看冬虫夏草，你看，还有这个人参啊，哦，因为还有枸杞，还有枸杞啊，哈、哦，还有那个一些海马，男人最爱，哦、晚上妈妈乐，你都就这样说，对对。然后这个什么肉桂，啊，对嘛，香味，肉桂，哎，还有那个泡茶叫什么？我叫什么？黑黑叫什么？那个什么竹炭。我这次展出题目叫做跨文化与多媒材、哦、那我是第一次来返乡来展，所以人家说水是故乡甜、啊、真的啊，回到家很温馨，一切都那么熟悉啊，所以看起来很舒服啊。那我的那个跨文化与多媒材主要是把东西方还有把各种原始古代文化整个多面向的整合，不止东西方了、啊，它应该是古往今来各种人类的文明文化都把它整合在一起。哦、那多媒材是用各种不同媒材，比如像陶瓷啊、纸浆啊、那水墨啊、油画 啊或者那个版画等等都结合在一起。那材料有纸啊、有土啊、有布，什么都有。哦、那这样以后呢？创作就很多元，所以我这次展出就从最早的那个早期，我在1970年代到接近80年所创作的乡土写实，就像稻穗的丰收啦，或者民雄鬼屋啦，或者一些那个我们这附近的一些乡土的东西，哦，就像农村的牛车啦，或者那个。种的那个果树等等，像木瓜、甘蔗，都是以乡村的一些景致，跨文化、跨媒材，那当然，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带一些比较新的，让我们的彰化乡亲对文化艺术喜欢的可以领略到比较当代的东西，一方面有所醒思这样。然后呢，我是那个12月11日。礼拜六下午，啊，2点半开幕，开幕完就有个座谈会，有五位学者来谈艺术，来介绍美、审美，当然也谈我的画，艺术怎么创作啊，然后怎么能够去欣赏美，然后每个讲者不一样，然后还要不知道怎么看我的画，我的画的哪种气脉，然后中间有一段不知道第几个礼拜有一个亲子游戏，亲子。的一个造纸跟水墨的创作，欢迎附近的彰化的好邻居来这边，哦，来美术馆这边来报名，然后你们可以上网看，应该有，或者问打文化局就知道，那是开放免费的。我们跟广兴纸寮他们提供纸来让小孩子玩，或者妈妈孩子玩，然后玩以后来做纸张，然后再画画，再创作，然后在最后一个礼拜我有一个。专题演讲，我本人讲我的创作，分析我的想法，我为什么这样创作，然后怎么去创新东西，风格怎么形成，在那个图书馆演讲，那欢迎乡亲大家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芳姐是免疫力增强的、啊，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2日，彰化县文化局特别在美术馆1楼邀请我们袁金塔教授呢，回到我们彰化来回乡个展。袁老师是我们彰化园林人哈，那目前是台湾师大美术系的名誉教授，那也曾经早期呢曾经担任过所长以及系主任。那老师呢从入创作已经有超过50年了，他的作品呢其实已经融合中西艺术理论哈，展现东方文化特殊的气息哈。那他的作品呢其实呢包含非常的多元，可以说是跨领域多文化的一个展现。那他的作品有包含油画、水彩、水墨、书法、陶艺以及装置哈。那老师这次呢就带来精彩24件的现代的装置的一些当代艺术的创作。那每件作品呢都可以看出老师对整个水墨的一些创作的一些新的想法哈。那老师也因此呢有这个当代水墨领航人的一个美誉。那这边邀请我们所有乡亲哈参与我们这次难得一见的当代艺术水墨大展。